下一个遇到的问题呢？第四个，第四个遇到的问题呢，就是第四个呢，第四个遇到的第四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有，第四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有，第四个遇到的问题就是有，第四个遇到的第四个遇到的问题就是贪财，就是他们只想要赚钱啦，就是脑袋想的就不太一样，就他们单纯就是以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为准，然后我的利益就完全没有。第四个问题就是贪财，就是他们第四个遇到的问题就是贪财，就是他们想要把他们的利益最大化，然后把我的利益就是完全我想要的利益全部都拿走的概念，就变成我每一次拍摄我都有给他们一个合约，然后他们就一直改，然后我们完全我的利益我想要的东西全部都消失，然后他们就说啊，结果你不签了、那我们就不要合作吧，然后我们就在那里修改很久很久的合约，然后最后完全没有要合作，就很瞎，浪费我超多时间的，就变成就是没有谈好啦，有还蛮